哇，不需要 approve，approve，不然再讲，我们今天呢就是来走街，给我多少钱花？我没有文莱钱，我这次的 trip 没有带半毛的文莱钱，我现在是banker，哦耶，我觉得我来文莱就是为了这一杯奶茶而已，我喝的是 French vanilla， 很好喝，哇塞，啊，OK，老板娘，这个开多久了？ 你在录这吗？啊，没有没有录没有录。那么小量的还是大量的？小小小。<笑> Please remain seated until the seatbelt sign has been switched off and the aircraft has come to complete stop. Be careful when opening the compartment or my phone just was not visible. Peace, 大家好，我是阮元宝，阿爸。喂，文宇，然后我们在坐的这个飞机呢，就是非常小量的一辆飞机，真的是很小。我们已经到了灵梦。 哇！你看这个，哇！哇塞！哎，要投票选你了啦！撤！撤！OK，到了，我们上车。你们在那边等一下了。OK，好，来。来，我们秘书，不好意思，我们不接受任何竞争。 文宇，来讲几句话。看到那么大的牌。为了今年的选举，大家请投我一票，因为呢，我的对手是林益忠弟兄，所以希望大家投我一票。<笑>不是，你看到你的海报有什么感想？我们的 YB， 很感动，在自己的家乡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传扬神的爱。 是一个很感动的事情，哇！真的是觉得是有点夸张，但是为了要吸引人的注目力，所以没有办法，一定要这样做。哇！哇！我们刚才吃了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刚才呢就从 market 这一边走路过来，走走走走走走走，其实很近。然后现在我们就要坐这个巴士，进到文莱，一起去那一边玩了。我们还没有半个人穿 top， 那个他先穿 top， 就是刚才吃到的没有的，然后新这个 jacket 也很厚，因为我怕冷，所以穿可以脱的。 自我介绍一下，Hello，Hello，我叫 Andre， 我叫 Nick， 我叫 Lucas， 我叫 Ryan， 我叫 JC， 我叫可维，我叫维汉，好。 大家好，我是Rainbow阿宝，我也是叫 Rainbow 阿宝，我也是叫 Rainbow 阿宝。我今天好紧张，我好紧张哦。你怎么录的啊？
录了，我过来了，不然我饱。OK， 那今天呢，我就是去到了这个博物馆，结果呢就不能够拍影片的，所以没有办法，只有偷偷的拍了几张的照片给大家看。哎呀，拍完了照片过后呢，就到了晚上了，就可以看到伟伟、恩妮啊，他们就是忙着忙着忙着做这些东西啦。很快的又过了一天。Grant him all the desires of his heart, far beyond what he can imagine and ask for. Yes, 今天也是我们的 Brandon Tan 生日了，正月生日。今天你结婚怎么样？啊，哈哈哈！嗨，你好。开什么？我现在才开始要揉镜而已啊！对，现在呢，我们呢就在这个 The Mall Cineplex 这一边，也是叫文莱 The Center Point， 耶、yeah. okay. ！现在我们要去哪里？看你咯。我们今天呢就是来走街。请问你给我多少钱花？我没有文莱钱，我这次的 trip 没有带半毛的文莱钱。我现在是 banker。OK， 我挑战你这次啊来 shopping 啊，不要去Watson， 不要去 Watson， 不要去 Guardian， 这边应该没有 Watson， 也没有 Guardian， 我已经看到了，没有了。有。要去哪里？现在？我热到了，身体很热，你吗？你热到了？昨天我热到。哦，是真的热到了。昨天我热到，今天轮你热到。觉得是我昨天帮阿宝按摩，他的那个风进我。有可能啊。来，轮到我帮你按摩一下。来。啊，这个是奶茶，两块多，你这样便宜？不是那种。哇，真的有这样便宜？Pineapple Paradise。OK， 我好，我在那。有人要找你拍照。哇，你这好有人拍照，这样子这么好。怎么称呼你的名 ？Hello guys， 我是 Alvina。Alvina， 还有这个。是你的朋友 Benny 中的好朋友。啊？你认识 Benny 中？真的、啊，同学啊。Yeah, Benny， 听好了，你的朋友在这边。他已经被我 escort 了， OK。Hi guys, remember to subscribe, like, and comment down below. People want to hear you introduce first. 讲真的，这个 D-box 是来自哪里的？这 D-box 是来自 Miri， 是吗？不是外国的吗？我看到有 New Zealand 啊。是外国啊，在这里，马来西亚是外国。啊，你真的是？哎、啊，我们这个，你如果来文莱没有喝这个 D-box， 就不算来文莱。请问一下，你是这里的老板娘啊？对，这个开多久了？你在录这吗？啊，没有录。啊，文莱有三间，美里两间。所以 T box 是我们自创的品牌啊。自创品牌啊？哦，我还以为是外国。对，很多人以为是外国，就是我跟我先生创立的品牌了。哇！啊，所以我主要是走那种 product development。哪一个是你的 product development？ 啊，我先生是设计这个counter。我觉得我来文莱就是为了这一杯奶茶而已。我喝的是 French Vanilla， 很好喝。OK。对。请这位新人，你讲，你喂我，刚才我喂你啊，来，你喂我。现在是新人是 get 一次咬着，然后另外一半要喂他。OK。有那个。干
才就是这样。你都到我的舌头啊！对不起，对不起，这个不好的示范。是意外，就是意外。突发状况，突发状况。OK。一点呢？那个节目效果都没有，真的是。算了，不要了，卡。喂，这个可以做 feedback 嘞。啊，阿宝跟老婆在摸吵架，在摸吵架。feedback， 欺骗观众。阿宝跟他老婆闹分手。不是离婚啊，是分手。我们昨天已经来吃了，然后就发现它很好吃。好在，好在，现在的我呢，就是有这一个腌煮的面啊 ，clay pot mi yum。shopping 完了过后，然后就来这边吃，值得推荐给大家。Yeah， check 一下。我开始以为这个是薯粉，结果发现它不是用薯粉，它是用那个腌是叫什么？芋头哈，芋头啊，拿来熬成汤汁这样子，很好吃。嗯，这个腌面呢，他们有分可以放海鲜的，可以放鸡肉的，但是我是放猪肉的，所以他们这边呢不是属于哈拉的。喂，你看我的一点啊，等一下你要那个汤给我一点啊。好，现在我们来试汤。哇哦。这个是碗汤汤哈，碗汤汤的，哇，没错没错，那它有些有虾了，但是看它的汤没有什么特别，这样好吃，一级棒，吃完了真的很饱，很大碗，如果按女生的话，应该可以两个人吃一碗，哇，真的是很饱。OK， 我们现在要走了，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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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时间9:25，我们就要回去林梦了。那我们来吃啊，拜拜，吃，拜拜吧。God bless you， 拜拜 ，Thank you so much， 谢谢，谢谢，好的，谢谢，谢谢。我要吃你的喇沙，拜拜，莫森。林志玲，林志玲。哇，真的是很多车，排长龙，因为我们这一个车呢有20多个人。OK， 文莱进林邦呢，真的是方便。林邦去文莱也非常方便，基本上没有什么检查了。要吗？有人要吗？有，而你要去，阿伯我要去。谢谢大家的收看，看到这一边那么伟的地方了，你们还依然守住这一个影片。好吧，我们这一集的影片呢就到此结束，剪到这一边。想要知道更多林梦的 vlog 的话，记得守住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不要忘记点个 like subscribe。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啦。拜拜。OK， 现在我们已经从文莱那边已经来到了这个林邦的 Purnama Hotel， 也算是林梦呢最大间的一间 hotel 了。嗯，应该算是啊。那之前呢，差不多有2017年年尾的时候，我就有来过这一边。之前就是来到这一个 counter， 然后就没有 WiFi， 没有 internet 了。那这次呢，到底他们的 WiFi internet 有了吗？